那么修净土，你的目的是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是要亲近阿弥陀佛。那这两个有字比什么都重要，决定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把这个事情讲透了，讲明白了，弥陀极乐都是我们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，这个心性死心塌地了，不再怀疑了啊！从我念头生的嘛，我天天信愿持名，不就在建筑极乐世界吗？啊，就在出现阿弥陀佛吗？理上明白了，事上功夫就得力了，切愿往生。这个往生的愿很恳切啊，巴不得现在就去啊。啊，见到阿弥陀佛决定不会错过，所以一向持名，一向是一个方向，跟本经佛所传的完全相应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这是净宗修学的宗旨，即可入云啊，幸运痴眠的，你就可以如愿以偿，你会见到极乐世界，会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会亲近到阿弥陀佛啊，真正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